石化始終講緊係上中下游業務都有嘛。咁、其實個對於油價嗰個影響咧係冇咁大嘅，係啊，敏感度冇咁高。咁所以其實我覺得都相對穩陣咯，即係相對於中石油嚟講。咁但係中石油上半年條數應該都唔會差嘅。系啦，咁但系就我相信你出咗中石化咧，啲人就已經自動波會炒中石油啦，咁所以就唔應該等到出咗業績先至去買。中石化，因為其實我第一個位咧，啱啱好今日到咗，之前睇7.75嘅，咁下一個位大概就係啦，都係8.1、8.2到嘅，最多都係。即係因為始終呢啲股票都係大隻啦，會升得慢啲，咁所以都係即係你睇翻大約就8.1、8.2都應該差唔多，即係短線嚟講。Mm-hmm.